过年一年只有一次，在这个佳节呢，人跟人之间是没有距离的。Bila tengok muka orang gembira, saya rasa mereka macam ibu-ibu dan bapa saya sendiri. 这边的阿公阿妈欢迎你的那个态度，就真的好像是我们去到我们的阿公阿妈的家，是我们和他们一起的家。让关怀与爱温暖人心，愿人人心中富足。麦当劳与您同在。